哎，你这算是第一场是吧？嗯。OK， 可能进的还没有，还 no people， no people。有两人了。他这个是算的是进出的人，进出的人。好尴尬，现在没有人说话。有了。Hello， 胳膊好点吗？我现在就是麒麟独臂，也不就羊骨。我那个什么肌肉劳损，就这边有点不太能动。现在还是不远。上半场。哦。这个就要把钱给赚了再说。然后就是说今天浅浅的带一下小后辈的直播，对。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他说。估计现在很多人在浅浅的就吃饭，等一会儿就有人多了。嗯，谢谢小马王爷的奶茶，谢谢。Hello， 这是小后辈，这是小后辈哦。好的，我也不爱。首先你们，他们现在都是在狠狠的关心我，谢谢你们关心哈，就请大家就是关心一下小后辈好吗？这是你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 JC40 的实习期生黄汝彤。耶、yeah.。今天上的第一场公演，对，今天是大一 N3 的第一场公演。学了几首歌？学了8首，但是老师要我上7首，因为那个溜溜球就是很怕发生一些舞台事故。这是什么？比如什么样的舞台事故？就砸到前辈的舞台事故。好想被砸到呢！天哪，你来我砸你一下。因为我就从来都是砸自己。我也是砸自己。然后，哪首是不上的呢？傻瓜，哎，为何是这首呢？因为你不觉得我扎的双马尾跳傻瓜有点嘚，有点嘚、嗯，就是你们是自选的是吗？对，就是你想着要选够6首会跳就行。哦，好，哦，你居然选了一首不难的，说明这个小后辈是很有上进心的，选了一首不难的，然后做就是不跳，对，采访环节，对，采访环节，然后。哎，我想感觉比较难的应该就是后面那2首不完美跟不放手了。谢谢还有不用的板栗送了个秋天的奶茶。你俩倒挺像的，像吗？像吗？我明明比他就是微微成熟一点吧。但是也很可爱了。啊，不，我是你啊，你我是很帅，我是很帅的，是吗？哎，这几首歌你有觉得哪首贼难的吗？不完美，不完美是最难的。我觉得他那个拍，就是我是一个不会数拍的人，你知道吧、哦？就我跳舞，你跟我提过，对，那刚就是出道之前，老师跟我们上舞蹈课的时候，我就是每一次都很精准的卡上了他们的半拍。哇，你 lay back， 你有那个 rap 的潜质，他会 lay back， 就是我每一次都很完美的卡上半拍，然后老师也对我很无语。是哪个点？闹子，哦，天哪！然后唱歌也是很精准的卡上了每一个半拍，中间的那个拍，然后那个声乐老师也对我很无语。之前有个成员也是这种，然后就是老师对他就是他一句词就是我们有录音的嘛，他一句词录了1个小时，最后给哥哥整崩溃了，就算了一句词啊，就这一段你就不用录了，我们换一个人帮你录。可能以后就是以后的我也会在。就是出现一次这种情况，对，多多练习就好，多多练习是吧？多多练习就好了。而且就是我跳舞其实还好，就是卡不上拍。就是除了卡不上拍，就是这位小朋友都是还是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学的也挺快的。对，他第一次上我们公演，谢谢歪哥送了2个秋天的奶茶，谢谢。本来是要学6首的，他学了8首，今天就能上了。用多久学会的？一周多吧、哦、刚好那段时间在期末考，然后就是早上回学校考试，然后下午回来就晚上跳公演，练到晚上12点多，然后再回去复习。家人们，我开始自愧不如，我的脸开始泛红了，这玩意儿比我当年真的想积极多了。因为想上公演。我当初学那个4班是用了两周多，这个小朋友很快就学会了。边上是谁？这位是黄汝彤小朋友，对，这是我们的新人，今天第一次上N岁的公演。
哦，你要就是你要上大 MC 的是吧？对对，然后不要紧张，就是我上前几场都嘴瓢，我到现在我还有点嘴瓢。我自我介绍出道的时候也嘴瓢了。你自我介绍，哎，你的口音，我不会普通话，你的口音似乎也有点棒呢。对的，很棒的呢。就是说我们同期不是有个很小的恩童吗？嗯，他每天都在教我拼音。哎，那你是从小那个什么语文老师有说过你吗？我们不学拼音，我们那边啊，哦，你学什么？我们学那种就是字的解码，就我们打字也不用拼音。字的解码，五笔。五笔也有那个数。没事，捋一捋。我舌头突然捋不清了。谢谢长哥的奶茶，谢谢长哥的奶茶。是什么叫什么？我给你看一下。我终于知道，哎，我的普通话是不是很标准？是不是？这位小朋友就是这个普通话，这种。哇，这什么东西啊？都是一些解码。手甜水口。就是你们哪个地带的这个？就是香港、澳门那边的。啊，那你可以给我打个江宇航吗？让我看一下。江宇航，你三点水嘛，就是水，然后它你那个一横，就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要背那种很复杂的解码的那种东西，但是啊，我也背的不好。不，偏旁部首。偏旁部首还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解码，就是你要用你的想象力。情。虽然我也学的不怎么样。二甲的含金量。对啊，我二甲怎么了？就是有什么疑问吗？有什么疑问请联系我的这个学校哈。啊，那你们拼音就学的很少是吧？根本就没学，根本就没学过。对，我现在连你们单音的拼音我都不会。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同期小朋友天天在教我拼音，我一个哦，我知道，如果我要送你礼物，我会送什么？就是拼音答对吧？他们已经要送了，哎，已经要准备送给你了。对，因为我下周生日，然后他们已经有人送了。下周生日。哦，下下周的生日，就是如果有粉丝想送这位小朋友礼物，可以送什么字贴？就是那种拼音的字贴。对，你好搞笑啊！你也好搞笑。居然有人在学我小学学过的东西。不是小学，是幼儿园。哦，幼儿园，谢谢强哥送了两个玫瑰花。哈喽，该跟你打招呼。哈喽，这来了两个大美女，恩水有两个大美女，谢谢。是的，恩水想来恩水以后。对哦，直接了，这已经表明了，就是他想来恩水，字帖四声，对，就是，哎，我说哦，我连你们有哪四声我都不知道，啊啊啊啊，你可以来一遍吗？啊啊啊，啊，哎，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对，哦，我居然在教后辈拼音，谢谢板栗的两个幼教频道。对啊，我居然有一天会教你。哎，你有没有哪个前辈的名字是不太会念的？没有，全部都会念。全部都只是可能就是会知吃诗之类的。对，然后平翘舌部分。平翘舌不错哎，不错哎，就是去我们飞队之后。就是来了一个，也是一个口音比较，就是我，你知道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我们出道不是有那种《我的太阳》嘛，嗯，然后他有个歌词，有个什么歌词，然后他有个字是字，然后我自己字字字，对对对，字自己，然后就我们声乐老师每次教我唱歌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自己。救命。然后我就刚开始我们老师揪了我好久，他说不是自己是字，我又不会念了，自己字字字字字，救命啊。我说字，他字字字啊，哎呦笑得我背，哎，不能大我刚来的时候更离谱，又直接自己七级。哎，你们那儿的本土的方言可以 speak 一点，就粤语。对，哦，就是你们就是说粤语。对，直接是粤语。
哎，粤语不是也要学一些那个字母吗？我们还好，就其实你问我粤语有什么是字母拼音，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我就会讲。哎，你的名字用粤语怎么说？望鱼桶。望鱼桶。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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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是读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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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狗叫。啊！哎！哎呦！哎呦！我的胆子。完了，你教我，你教我粤语。下面有弹幕说旺旺旺旺旺，那倒也不必如此四爽天性，我急你得隔离哈，我跟你说，真无语啊。旺鱼痛，我哦，有点窝的音是吗？我旺鱼痛，嗯，差不多。旺鱼痛。谢谢板妹的玫瑰花，真的太无语，就很好笑。哎，那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江宇，江宇航，啊，江宇航，谢谢丸子的奶茶，谢谢江宇航。想想看，哎，那你们队的那些姐妹，比如说林恩彤怎么说？林恩彤，林恩。林安彤，林安彤，怎么听起来好像泰语？对，你很有那股泰味。林安彤，林安彤啊，林安彤顶天大家吗？啊，好好笑，救命！就是说很有那味。哎，你为什么要喊她老公？为什么这么多人喊安彤老公？因为安彤她就是一个隐形的瓜，奶瓜，奶瓜啊，对。为什么？他一点都，他就是小屁子。对，差不多就是那种。比如说、啊。然后我们就平时我们几个都是把他当儿子养。哦，我经常看你们，就是说我要在朋友圈发，我要揍林恩彤，我要揍他。对，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天天跟他天天住在一起或者干嘛的话，我可能看到这个小朋友，我会觉得他很可爱，很想推他。嗯。但是我天天跟他住在一起，他一说话我都想揍他。嗯。他是不是很损说话？他很损，真的很损。嗯。你知道他之前说过什么吗？他之前在说，等我18岁了，我要去当一个瓜。你让他看到我想揍我了。他可以当一个地瓜。啥时候有口袋？20场，今天是第一场。明天也上。对，那就是记了2场。对。哎，那下个下周的也有是吧？下周我不知道他那个联合算不算。联合是算的，联合算的。那如果再加上联合，然后还有上次那个跨年，已经有四场，出道也算吗？出道算吗？对，那5场了，五场了，还有15场，加油！那要过年了，那你只能过年回来再继续。对，加油加油！然后昨天那个我不是哦，我跟那个老师申请了，我说我肩痛，他说你下个周还能不能上？不能上的话。就是到时候要不要跟你们分，我说先看情况。我都可以，我可以学。你学的好快啊。是因为之前来之前我也有看 N3 公演。哦。嗯，就是当时。眼睛熟过一次。当时 Fiona 的。九敏，那我是不是也给你目送过？对。啊，好害羞啊！记得这个人就坐在我旁边。哎、就是说，追星成功了。江江出道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人好可爱。啊，哎，那你对就是菲欧娜这首演的时候，对我有什么看法吗？不是首演的时候，你还没出道。哦 ，sorry， 好好，sorry， 就是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在台下。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哪一次？看你出道。啊，你在现场？我不在现场，但是我在看直播。然后后来我有来看过公演。然后呢，就是你就线上线下什么感受？好有，你可以直话，好有趣一缕，好有趣搞笑女团。然后进团之前，我还记得我跟我朋友说过，我说我进来我一定要跟江江一起玩，因为他好有趣。就知道我多受欢迎了吧？搞笑女其实还是很受欢迎的。搞笑女就是搞笑女，也有春天，搞笑女也有小花被喜欢的，懂吗？明天就是你出道首演1周年了哦！哇，真的吗？对，我去年这个时候上了第一次，那个什么闹闹闹闹闹元宵公演。哦，好厉害！
这么快就一年，好快，我跟你说，等你到时候也会觉得非常快的。希望到时候已经升格了。会的会的。然后我当时是一月份出道，然后五月初的时候升格的，反正大重大发表什么的。你就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哈，就是我就要看看，就是某些老师就是面对这么努力的小朋友，到底快不快给口袋，到底快不快升格，就是这些老师们就是要对后辈好一点好吗，就不要像我们就是小培一样好吗，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请加油加油，是竟然有推升的朋友，你是不是为了他就是看中了我的美貌，对他就是看中了我的美貌，对，我就是为了加加训团的谢谢板栗送了11个荧光棒，你见过板凳吗？见过。什么时候见？我去搜索前辈房间帮他倒猫粮的时候。你帮他那个时候你们去了上海。你帮他就是照顾一下猫猫。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多人去一个地方，然后就会有我之前也是帮前辈们弄猫粮，还要铲猫砂什么，你就看到板凳了是吗？对，我之前进团之前，我已经就是有看过他在微博那什么团宠嘛，那个时候不是在说你们在说什么板凳是中泰团宠。对，他当时养在我们那个。对，你们养在你们那个食堂的那个笼子。对，没错。然后我前几天终于见到他的本尊。本尊了，他现在过得还好吗？就很大一只，挺可爱的。裴姐走了以后，就可以和小后辈为所欲为，请你不要挑拨我和周佩西之间的关系。我跟他现在是最佳搭档，好吗？就是请你不要在我们还没有组成 CP 之前，先把我们 CP 给拆掉了。谢谢你，谢谢你啊。对，我现在也在找最佳拍档，就是说，你比较想和哪种类型的合作？我都行，就我除了我不能当瓜以外，我其他都能当。我突然想到你跟恩童就是有点大不搭了，就是但是恩童他已经找好搭档了。我知道他找的是楚涵。太甜了他们两个。对，就是 W 小朋友。对。然后楚涵，我第一次见，我昨天我那次就是第一次见被楚涵，他素颜的时候真的好像吴磊，真的吗？吴磊就是吴磊，还没见过他。男的本人就是，我就想这两个 W 小弟弟，我就觉得他们俩是两个小弟弟。不是，你知道他们两个刚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争我要当瓜，两个果然是 W 小弟弟，两个在争瓜，就是但是他们两个好像谁都没有特别的瓜，他们就是奶瓜。但如果比起来的话，恩童还是比较瓜的。真的呀、真的。有个什么小动作、小事件就可以证明。就是说，你们可以留意一下恩童每次上班的那些穿着，就是那种小男孩的感觉。我知道，我看过，我是说，他穿着下一秒去打篮球，对，去球场打篮球。就是说，真的是当儿子养的我们，我是他妈妈。就是他有一排的 JK 裙，你知道当时我看的多震惊吗？我说哎，这是恩童的嘛，我当时真的以为是恩童的，就是这样，你说是你的，一排挂了长长一排，就是在那个床后面一排，大概可能有个，有多少条？你粗略数过吗？我没有数过。好吧，我感觉差不多有20条吧，就是简洁一下，可能有差不多20条。这什么特效？我也不知道，刚才看那个神奇的特效，没有见过。村村没有见过，你们肿么在直播？我们在跟大家介绍小后辈有润家。公演前先预告是吧？对呀，先跟大家就趁热打个。我跟你说，刚刚我们不是选 UNIT 吗？然后呢，因为玉飞想换成我那个花季，然后我就只好去跳扑通扑通嘛。结果北哥也跳扑通，所以以后我和每一个跳扑通扑通，这也太……我们队为什么每一个组合每一个扑通扑通都这么难磕呢？确实。为什么？真的就是。我受不了了。对啊，这我和北哥有属实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等一下在那个缝里看一看。今天不会跳，主要是我跳男位哦。以后我准备。找他跳女位，但是过分。就他们每次扑通扑通，我都是觉得大大的磕碰。
是我们队唯一的 CP 曲，但是每一队我都磕不动，每一队就是很奇怪很奇怪，明明是个 CP 曲。那润宝男位，北哥女位，他们要打架吗？他们就是要好再来。如果再找不到人的话就单人赛道，就随机匹配是吧？就是之前我想想看，就真的我们这瓜真的还是蛮少的。其实也不用瓜，可以拿个甜妹也行，或者打个甜妹，反正有人就行了。就我的要求就是跳舞不凶，因为我哎呀累背，这位小朋友需要一个就是跳舞跟他比他稍微好一丢丢的那种时候可以带，肯定跳舞要比我好。谦虚，这一周之内就是能学了这些这八首歌，这种就是说明他确实能力也是很不错的，就苦练，一直在苦练。晚上播不要播的，要播的哦。说希望等一下跳错的话，镜头就不要切到了。哦，这时候对摄影最忠诚、最真诚的起伏。因为我是那种一跳错都是那个脸部表情都很不自觉的，就是面具，然后一会儿的话就是希望那希望现场的朋友们就是给小后我一直在播吧，具体几点播我不知道，就是希望大家一会儿给这位小朋友鼓励，然后给一些扣分哦，谢谢，谢谢。今天谢谢我们的黄汝彤小朋友来到这个江江直播间，好，谢谢你哦，谢谢一会儿谢谢。